它慢慢的。而且你刚我在按之前啊，嗯，它的红灯已经不亮了，它觉得它饱了。现在在录吗？有啊，正在录。我有几格电。哦，很快一半哦。对啊，刚刚那个尿一下，对电力也有帮助。到不了啦，到不了。不能走啊。啊？那里是低点，我想要看看我拿到一点动力在。
喷枪可以用，那个刷子到底好还是不好？我不知道是他的那个马达不够力还是什么，他喷出来。
侧侧立啊？我那样睡，我就那样睡啊。啊，不舒服啊！不舒服吗？硬的啊！没有很硬、啊。我就把它转回来。不要，它为什么会撞我的枕头的面向啊？奇怪了。侧立还不错啊。所以想叫你去找那个牌子说不动啊，手弄妈妈。嗯，没有牌子，没有笔，不然跟对牌子，它就会挂在。不是，我说的不是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我知道是什么声音。我说的是，它有一个，啪啪啪。能见度。我觉得昨天我们是早上就看到有半天蓝天，就预测会有。哦，你说今天没连半天蓝天都没看到，今天没希望，是不是？我不敢肯定说有或没有，但是刚刚下面不是看到太阳吗？嗯，一边看到太阳，另外一边山上是雾的。嗯，所以我怀疑，就算是晴天，会不会藏王山自己这里还不会？晴天绿滴不是假假的，是不是？梦到一天不错，中两天就超高于几率了。真的哦？对啊。哦，30%以下。嗯。哦，20%左右。我五天就是想中一天，现在应该算中了，然后再多一天也还不错。只是不知道，只是拍出来的照片应该都一样，类似。不过缆车上有拍到几张没有反光的，应该不错。上厕所的，冲啊！刚不上啊？没有啊，就是我刚就说我要去那边上啊。上。对啊。冲啊！
人就踩在一起，我举很高，然后还是高点，又要被切版权了。还好吧，一小段，一小段也会吗？会啊。啊，他听到声音就会。我故意讲很大声啊，听不到背景音乐，这样子可以吗？Lisa 的最新曲叫做什么什么残响之类的，过来过来，你记得歌词不对歌名吗？不记得哦。残什么残响什么鬼的？不记得，我没有特别听。电视上播的不够多，电视上播的够多。有，我 YouTube 有跳出来，我就有播过。哦。你现在听音乐还是靠 YouTube 吗？也没有啊，我没有常听。我只是有一次点到就给它点出来。好冷哦，我冷哎、欸。好，我们要去烤暖暖的。Oh, sorry。这么小声也会吗？谁知道嘞？咦，呜啊呜啊！拍张好了，受不了。我今天好像没拍照。怎么呜？太冷了啦，只挂着你的棒棒。太冷。哎，就算是现在手机掉下去，恐怕也很难找。嗯。因为他连住址是几号啊，都不知道。那我就把账也马上丢下去。但是他下去如果不是岔子的，那连账都找不到。我觉得我还是白的。那丢你的。那个柱子都歪了，你就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歪了？本来就歪一点。那个联络道你就多推着点吧。好。什么叫推着点？我的话可能小推啊，但是你就一步都要用脚推手推，你就多推着点吧。好苦哦。对啊，而且这中间可能铺了薄薄的两公分吧，对我们来讲，减速太多的雪，好冷哦。很热，17，30个车头。哦，好冷哦。那个是手会动的。觉得是啊，所以你说他们，我觉得怎么会？还是说某一年？还是说中间有一些？我不大能确定。就是生病就对。对啊，就什么什么虫病，然后就说那一年的树冰小的可怜，又很浓，然后又树又生病，然后那一年就是著名的树冰长不大年。突然解析度好一点点，还可以，雾一阵，就跟昨天回家一样的路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一模一样。但是坐了那个什么仓埔早的缆车之后，就是推到对面那个，有个缆车。我们第一次树冰岩下来一半，坐的横接去三五郎的缆车，就是那一个。好玩，反正就你先走就对了。后面摆的都看不到。有肩膀。
可以自己弄。我现在叫我停车，来来。好痛，好痛！啊、被砍脚脚。是啊。哇，这是那个哎 ，BPS。啊？反正一样的，同一张影片。啊。让他去侦测，让他去。然后现在知道 Google 有这个，就让他去处理。很痛啊、哦！前面就长那样了，总是被什么东西砍。左好冰哦！我刚才被我自己的杖绊死，差点绊到摔倒。什么？你刚刚什么？被自己绊倒了。在什么哪里？滑下来的石头。为什么？就这样跑到两只脚的中间绊了一下，然后才摔。你为什么这样跑中间？就不知道。手很冷，我现在把它收拳，现在握拳。就是它明明不算很冷。荧光绿、荧光红、荧光什么的那种感觉，什么意思？照拍照什么东西都黑白的，只有那种荧光的可以知道说，这不是黑白的。看我的，看我的，荧光绿的、啊。黑白照片。接着往对面推，下车往对面小推车，冲去对面。我们是从右边那个切下来的。第一个坐的缆车就是前面的缆车。好冷哦，受不了，好冷。好，已经跨到了吗？那坐那个缆车，接着直接滑就可以到。Yes。吃饭了，上厕所了。我的有在录吗？看一下。有啊。这里有灯，但是被蒙起来。你那是跟我讲哪一条路可以代切？方 right。哦。我们旅馆后面那边。
他竟然有个就叫上网商代士，他自己有个手机。几点啊？没关系啊。不可能所有人都在吃大牛排吧？有趣的话，哪边？正前方。嗯，正前方。小姐，你又想转？我在等你啊。嗨，这是圆的。我也被坐到，我也被坐到了。夹小腿啊。对啊。很痛苦哎。我要坐过来一点吗？不用啊，这有一条路是铲雪车的路，还是可以滑的路？铲雪车的路吧，这上坡那么高，谁上得来啊？嗯，谁上得来？看不出来。好了，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几乎都有滑到，然后唯一有一个没有营业的雪道，在。第一天，那个有一个区，在上芝台旁边有个叫龙山还是什么的，嗯，它就一台缆车一个雪道，嗯，没开，对，手太短，弄不到，啊，这样子是最长的，掉下来了，掉在头上，正在掉了。这个好可以，那太高了，抽不到。别再搞了，不然他就甩你一点。这个我可以。这里怎么有一个这么凹陷的一条路？难道这是一台摩托车开车来吗？不对，就算是摩托车，它也。它后面也是两块雪板，不大懂这个是怎么弄出来的。是给人滑 sorry 的吗？不是吧？它都做出雪壁了。都不敢弄太高，弄太高要打他自己。嘿。今天要烤手套，我要去把那手套那个地方消毒一下，然后就插上去。我是要把两个连结连起来，然后让它烤，然后因为我要让它口的朝上，让里面的水汽被烤上来。啊？我不要，我怕去用烤的会变质。哦。它有一个烘干的啊，去弄烘干的就好了。烘干的。嗯，在门口旁边。那我不知道。我觉得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烤鞋，然后就觉得不卫生、哦。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它有区分，就是烤手套的跟烤。但是我觉得别人的手套还是脏啊，我要先去把那东西消毒一下，我再来弄了。是啊。嗯。啊，这还要再做吗？应该不用。应该不用。我们直接滑下来的，但是我们第一次滑不知道三五郎旁边那个小路，然后不知道这个缆车滑过去
这现在就在哪？我还是不知道在哪。有小路的话就走。不是小路啊，就是那个小井道。哪里？我现在就不知道了。就不知道，我只是不知道上次我。你要坐一下那个缆车？不要，我想直接去。好，那你要自己带速度去过去。哪里？右边有缆车。速度带着冲就冲到中间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再爬一下。